人生态度。嘴哥乐团日前举行发片记者会，2006年成军的他们，5/8年终于推出新专辑《光这么说》。不过回想起过去，可是一度穷到只能吃菜贵。虽然过得没有很大鱼大肉，可是就是很自由、很悠闲这样。其实一路来都是这种生活，都是一起的，不管是出来写歌，还是甚至是玩乐，都是一起。因为我们是嘴哥，希望我可以唱出我们的生活。终于要出头的嘴哥乐团新专辑，不止请来金曲制作人王志平以及陈建奇操刀，更力邀百变歌姬魏如萱合唱。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我刚刚在后面听到，我从好好听哦。对，我从前奏，然后到最后一个音，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。我们是真的私底下是非常喜欢他，就是他给我们一种很自然，然后相处起来很舒服的感觉。他的绯闻男友迈进的。希望我们也可以当他们的第一，不知道第几任男朋友。有了这么多前辈力挺，也让嘴哥乐团更有力量。希望日后能在歌坛唱出自己的一片天。文群乐综合报道。